看过云林北港著名的一格游行吗？严三泰的一格创作技术在当地颇负盛名，从爷爷用牛车打造一格开始，至今四十几年，王船也好，妈祖座舱也好，每个小细节都仿照真实的寺庙建筑方式来制作，一台得耗费一两个月，带您到北港去看看。假牛也会摆头，车身也是金光闪闪，这是云林北港著名的一格师傅严三泰的作品。啊，这么一直改到越来越大台，但是我的基本的物件吼，拢也是照古早形式在做啦。我是拢也个很保持那个传统的迄个工艺化在做啦吼。啊，这每一个物件吼，拢是寺庙的建筑方式咧，迄个结构咧从事这个行业，所以。有啊，看起来这雕梁画栋来，啥物来奇怪，迄吼，这也是我也阁坚持我的传统。一格又称是一格，是一种古色古香的传统式花车，车上由真人扮演各种神话戏剧人物。每年黄历3月19日左右，北港镇教会举行一格出巡活动，非常热闹。啊，这个物件，你爱先有一个迄个画一张图来，啊，啥物用一个模型啊，吼，啊，再甲师傅讲。这要做什么？这要做什么物件？哦，啊，这要插什么？啊，有欠什么物件？哦，啊，无这个要叫一个人全部负责，实在是无法度啦。因为我这干那，这要叫这个叫这个司开这个车的司机，阁无简单。你若捌开过香港，要叫伊来开哦，伊阁惊死。建筑模式仿造寺庙传统方式，光是一格设计和施工就要一两个月，一台造价可是要新台币100万元。差不多40磅啊，40几磅啊呢，40多年啊。我讲，我来囡仔都7岁就开始咧做迄个咯，做迄款牛车啊，像囡仔50多咯，40几磅啊啦。我想讲，钢琴，迄阵啊，你做啊，500块啊，都足悬的咯呢。啊，即马就刚弄2-3千。亮眼的一格，光打灯就很有看头。不过也因为出租费不低，现在要能亲眼看见已经是不容易的事了。新唐亚太电视廖丽芬，台湾云林采访报道。